拜托，等我的。好，要右手，我先整牌。庄家。好，我先开个门。整理牌。决战北风北，有不能输的压力。看看两家的牌。来看一下庄家艾瑞斯的牌，我的牌。艾瑞斯。艾瑞斯，请出菜。好，那我出一个九条。我们可以两边看哦。好好好。不能出任何声音哈。对。各位。不能有任何表情。好。九饼。九饼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哪里有？而且，哎，不是说要？我说我抓九饼。哦，我以为你。拍摄拍摄，这里看。哦哟。九饼九饼九饼。真的呀？原来还可以反悔。再找。你待会就慢一点，看他到底要耍什么把戏。好，我还是放下来了，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。跟你打九条，好，太多了看不懂啊。哦，今天不晓得怎么抉择哎。嗯，猜那边啊？对，我也用不到，八个人玩。二万？不是，三万。他旁边的朋友。四菜一汤。好啊。好。好啊。我是这样抉择的啦。对。这个要。哦。没有。太快了吧！我想说，奶哥你造很多哎，想说他想干嘛？打什么？六万，那六万了。跟你打，六万。好，这个是这样。对。好，八万。一三六八万，一万。九万。你哥给我一个。二万。你要这都给我。二二零。二万。要不要换牌？有没有听？有啊。哦，要不要换牌？好诚实。换了吧。没有啊，他可以讲我听牌了。你要没听要不要换？因为如果你也不换的话，奶哥也听，你们就可以亮着打。对，就不换牌了嘛。懂意思吗？懂吗？你要不要换牌嘛？就可以把牌推倒。不换啊。你要不要换嘛？那就不换了。不换了。对啊，如果你是听两头的，或者是三个洞，那当然不要换啊。如果独听还可以转嘛。嗯。你是听两头对不对？对。啊。对，诚实。对，错。我也听的。来，牌打摊下来。亮牌，亮着打。摊下来。哦哟。都听筒子，都很美。对，都很美。其实他刚才哈吃我五饼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手里面还有饼子。那我想到他应该搞不好会打三饼。哎，果然还有一个三饼，那靠一个二饼。好了，所以你刚才打的是。二万，哦，这里二万哈，该我了。打一条，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能改了。这就比手气了，五万，八个人玩，哎，这边好，来抓牌，接。
掉。哦，他的意思比一张、两张，好，牌面上是还有六张。嗯，我的三六饼是一张、两张。我也是，对不对？哦，六比六，比率差五，六比六，十五，看谁先了。好，没事，哦，都是万子，你看到没有？两个万子都不要，该你。万三万，我都不要万子。没事，我们两个都不听万子，所以摸万子都在打。不能再改了。六比吗？不能改啊，不能再改了。要改什么？对不对？改了你也糊不了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，我也摸四笔。五笔，怎么搞的？三六笔，一四笔。哎，我要什么自摸？我如果可以改，我就知道。如果改，我就可以自摸。哎，你要讲，我刚才如果说我听五笔九万对倒，你就先放炮了。哇，四万。对呀，你改了就放炮哎。哦，没事。不过盲场。哦，这是万子弹。一万，一大堆的万。奇怪了，捡。不是啦，你们牌这么多，这是我捡的。条子万子都没擦了。条子都没擦了。对啊，条子万子没事。有事吗？没事啊，八筒。不要摸一四，不要摸一四。吓一跳！哇！报仇成功！好了，安哥，一万六千，我说今天这个数字是报仇的数字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人一哇塞！哎呦！哇，这也有，都来了！哇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！你先。好了，守住一万六千了，谢谢。还会跟你会打麻将？八岁。我分秒分出一个精神的表情。家里三个小孩都会打牌吗？打得很烂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个我们大神 APP 呢，大家踊跃下载，只要你经常玩我们的大神 APP 的话，就有机会跟我一较高下。